您可以介绍一下溥仪这个历史人物吗？爱新觉罗·溥仪，百年时尚星，千年翡翠情，买 A 货翡翠加微信11776270，鉴赏期内免费退换，让您花最少的钱戴最好的翡翠。您可以介绍一下溥仪这个历史人物吗？爱新觉罗·溥仪，也就是清朝末代皇帝、宣统皇帝，字耀之，号浩然。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，他被迫退位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，这也标志着清朝统治的结束。918事变之后，在日本人控制之下，他又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。但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，伪满洲国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就垮台了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因肾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61岁，宣葬于八宝山，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。为什么在溥仪在位时，清朝会灭亡？首先，清朝灭亡不仅仅是溥仪一个人的问题，清朝到了后期，各种矛盾不断积累，走向灭亡是必然的。其次，中国专制社会到了清朝已经是后期了，疲态早现，而且从政治上看，清政府是黑暗腐朽；从经济上看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限制了社会的发展进步，商品经济被打压，导致经济发展落后。从文化上看，科举制度的八股取士限制了人民的思想，也导致科技落后。最后，列强的殖民化掠夺也加速了清政府的破产。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，溥仪没有被处死呢？首先，溥仪只是日本侵略者的傀儡而已。后来经过在监狱10多年的改造，他也认识到自己早年的各种错误，是有悔改之心。